每天做五题，用所给词的适当形式填空。One, may I use these? 我可以用一下这些刀子吗？根据这里的 these, 这些能判断后面的名词要用复数形式。Knife 是以 fe 结尾的名词，变复数需要将 fe 变成 ve。S. 2. Those are friendly. 那些啊，那些女人们是友好的。根据 those 和 are 能判断这是一个复数句，所以要将 woman 改成复数形式的 women。这是不规则变化，要特殊句记忆。 3. These are always late. 这些公交车总是晚点。根据 these 和 are 能判断出来这是一个复数句，所以 bus 要变成复数形式，在 bus 后边加 es。 4. Which are interesting? 哪些课程是有趣的呢？根据 be 动词 are 能判断前边的主语 class 要用复数形式，直接在后边加E.S. 5. Light go home quickly. 让他快点回家。Light 是一个动词，后边要加宾语，用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，变成 her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关注，感谢大家。